说梦，因梦在心中。世人说痛，女人间风很冷。人这一生就从那一哭起程，伤痕累累又失败又全胜。岁月无声，去看遍苍生。时光不等，眼前方须驰骋。怎么也不理解啊，这个网络的世界咋的？姑娘不叫姑娘，叫啥？要叫小姐姐。朋友不叫朋友，那叫现在统一叫老铁。老铁，如果生气想发泄怎么办？你就喊一声坑爹。坑爹呀！照片美如花，美佳人似新月，漂亮。把那美夜的灯一灭，怎么样？像煎糊的锅贴。嗨，还有些小姐姐怎么的？绣花又闭月，水亮。等她把那装一些，哇塞，何妨的妖孽。火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咋的，小哥哥？好，我去。